吃。你是不是也想知道这是哪里？这里呢是一个与世隔绝，至今还保存着原始模样的川西村落莫斯卡村。村子附近有很多野生的土拨鼠，来了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叫声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这样的。他们不怕人，很好接触，只要你有饼干他们就会追着你跑。村子附近的土拨鼠都被养得肥嘟嘟的，超级叮叮叮叮。